16题，行车避险中的避重就轻，这个原则指的是车辆应该向大人士损失较轻、危害较小这一方进行避让，尽量减轻事故的损失。这跟目标的是弱小还是强大没有关系，以及重量也没有关系。比如说那边是头牛啊，这边是一个小孩，那避重就轻，就轻是撞牛而不是撞小孩。